《华尔街日报》十一月六日报道，英国政府将调查本国电信设备过于依赖单一供应商的情况，矛头暗指在英国业务广泛的华为。报道称，英国政府上个月致函众多电信公司网络运营商，将对本国过于依赖单一设备供应商的情况进行评估。信中没有指名道姓，但许多收到信的公司总裁一致认为目标是华为。 自2005年以来，华为就开始帮助英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英国电信集团升级网络。2010年，英国决定允许华为向英国电信网络供应关键组件。2016年，尽管有英国脱欧公投引发投资外流，华为依然确认了在该国13亿英镑的投资。华为2014年以2500万美元收购位于剑桥科技园的物联网企业。 展现出对研发的重视，得益于近年来的用心经营，华为手机产品、天线与交换机等设备在英国市场畅销。目前，该国所有主要无线网络供应商都在使用华为的设备或者服务。不过，《华尔街日报》别有用心地强调，华为在推送商业流量的设备上也占主导地位，暗示国家安全的意图不言自明。这不是华为第一次被外国政府。 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找茬，美国否决华为进入美国市场的投标并购。同年，英国议会情报和安全监管部门也展开过对华为的调查，理由是华为的通信基础设施可能给英国带来潜在安全威胁，但没有任何发现。华为公司驳斥了关于其设备可能被用作间谍和瘫痪他国电信网络的指控，表示公司采用全球供应链。 安全性与其他竞争对手一样。今年四月份发教时，英国政府曾警告国内手机运营商不要使用中兴的设备与服务，但各公司均表示，相比华为，中兴在英国市场并无重要份额。特朗普签法案禁用华为、中兴关键技术后，部分美国盟友国家纷纷效仿。八月，特朗普政府签署国防授权法案。 禁止美国政府和承包商使用华为技术。在美国带头下，印度、韩国、澳大利亚都禁止华为参加他们的国内五 G 网络建设。日本也开始考虑限制华为的业务。上月，英国上议院议员乔治表示，该国网络安全部门对于英国基础通讯设施使用更多中国供应商的设备而产生的额外风险表示担忧，其中就包括华为。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当时并未发表评论。此次英国政府的新一轮评估将持续六个月，由文化、媒体和体育部负责主导审查。该部门发言人表示，并未针对特定公司或者国家。华为曾屡屡被戴上威胁他国国安的帽子。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以风趣调侃的方式怼回去：针对《纽约时报》声称中国监听。 特朗普总统个人手机一致，华春莹建议道：“如果很担心苹果手机被窃听的话，可以改用华为手机。”